连日来，中国南方贵州、四川、重庆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暴雨，发生最强洪峰。据中共官方统计，截至6月23日，已有26个省发生洪灾，1122万人受灾，980座水库泄洪。6月24日，大纪元记者专访了台湾中央大学土木工程专家王仲宇教授，谈论有关三峡大坝工程问题及如何预防灾害。瞬间洪水冲击波扩散将一坝。公开资料显示，已故中国水利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万里一生主要反对过两项水利工程，一是三门峡工程，另外一个就是三峡大坝工程。事实上，王万里教授早期预言了三峡大坝将会出现12种灾难性后果，包含长江下游干堤崩岸、机遇问题、水质恶化、发电量不足、气候异常、地震频发、生态恶化、上游水患严重等，而且最终将被迫炸掉。时至今日，王万里先生预言当中11项都已应验，剩下的就是拆大坝了。王仲宇教授说，从王万里先生过去对三门峡工程失败的正确预判，我们对他的三峡工程预测也应该更加慎重地看待。他还说，从工程师的角度上看，三峡大坝在建造的过程中存在混凝土强度及钢筋量不足、裂缝、空隙、坝基渗漏的品质问题及上游边坡易滑动等等问题，都是三峡大坝整体系统的先天不足之处。在极端气候作用下，现在地震频率、强度，甚至汛期的暴雨、瞬间洪水的作用均增加，这些荷载都可能造成对大坝的破坏。地震使坝体移动变形，渗水渗漏，毁坏大坝。在谈到有可能发生的地震灾害时，王教授表示，大地震会造成地表的震动，当地震波作用力超过各坝体块，它的承载摩擦力就会滑动，进而造成大坝块体间的相对钢体运动变形。变形之后若有渗水、渗漏的话，极可能造成大坝的毁坏。现在，要在仔细审核检讨已订定的安全疏散、减灾措施，真的有溃坝事情发生的时候，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维昂特大坝洪水冲毁村庄，三峡大坝的前车之鉴。1963年10月9日，意大利维昂特大坝在傍晚爆发大洪水，一夜间冲毁了多个村庄，2500人丧生。英国杜伦大学地理学系地质危害与危险度研究室威尔森主任大卫·恩皮特利研究了这场灾难后确认，这场洪水正是来自河谷上游一座新建的大坝。经过研究发现，维昂特的灾难原因不是大坝的倒塌，而是山体滑坡进入了大坝后面的水库。目前三峡坝只潜在的滑坡灾害，于是让人们联想到，也许维昂特大坝可以为这座长江上的著名大坝提供一个可怕的前车之鉴。王周宇教授解释道，山体滑动的大量土石方的质量及速度所携带的能量，灌入水中会让水库的水位瞬间提高，且易造成溢坝的现象。此外，冲击波的能量也有可能造成坝体的滑动而失稳。三峡大坝目前上下游均在淹水，目前水位也超过警戒值，在必须兼顾上下游的洪水情况下，做调整式泄洪是项不易的工作。此刻，最担心的可能是洪水及地震诱发的山体边坡滑动，一旦发生，将会是灭绝式的灾难。大的水量流下来，伴随着质量密度大的泥石流，对沿途房舍、道路、桥梁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此外，水灾也会衍生瘟疫的问题。望工程师做吹哨人，
提早公布重要讯息。王兆宇教授呼吁掌握三峡大坝真实状态的工程师，以求征集慈悲众生的心去面对问题，希望工程师像这次中共病毒瘟疫中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一样，提早发布信息，以减少更多生命财产的损失。王兆宇教授还提到，人的经济活动与人的私心是有连结性的，不考虑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最后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人会大量的死亡。人和天地互相协调生活，才能够永续。